想输，哪怕是入围赛，我也不想输。而且后面 YQCB 和 Fnatic 他们都很强。是啊，所以我们才要调整好心态。稍不留神，状态不好，都是可能导致我们输比赛的原因。但这个原因，不会是你。还有啊，现在输总好过到时候淘汰赛和全国总决赛输吧，因为到了那个阶段，才是真的输不起的时候。成哥。 是不是觉得我一战队操碎了心啊？该不该犒劳一下？明天还有比赛呢，臭流氓！我知道，放心，我们不会输的。 这世界很酷。